我们希望建构永续经营的助学基金。清华全方位教育其中核心素养的培养，就是要让孩子拥有社会与生活能力，这些都是目前社会所需要的，懂得与人相处，懂得协调与沟通，组织与合作，这些都是孩子一生具备的能力。通过义卖娱乐式活动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共同参与，一起推动慈善活动，筹募助学金，为需要的孩子雪中送炭。独中是非盈利的民办教育学府，教育应该是促成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重要元素。清华中学每一年都拨出约70万令吉，资助大约250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，以便让孩子们能够专心的学习。我们希望建构永续经营的助学基金。学校的义卖娱乐室一般上都是由同学自己来经营食物档和游戏档，当然我们也欢迎社会人士给予我们全数报销的各档位的经营。我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新华中学5月19号的义卖娱乐室，您可以是现金的捐献、购买票券，或者给予我们各类物品的捐助，我们都是非常感激的。您的大爱将是孩子生命的贵人，温暖社会美好的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，谢谢。有关义卖娱乐室的相关的讯息，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，或者可以直接联系我李老师，011-6340-4241，我将为大家提供更完整和详细的讯息，谢谢大家。